部分。你怎么弄手贱呢？啊！妈！哎哎，干啥呀？又咋的了？给我2000块钱。啥呀？我闺蜜结婚了，随礼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闺蜜都结婚了，你他妈还在这嘎发婚呢？愁死我了！不，人大学就开始处对象了，现在结婚不正常吗？啊，对，正常。嗯，我大学的时候你也不让我处对象啊。后来，那毕了业以后有更好的，更好的，真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动物园都打不着猎，大森林里就能打着啊？不用打，这是现成的。我是家养的。是的。他不在范围之内，为啥不在范围之内啊？他有缺点。什么缺点呢？两袖清风一本正，那不正好吗？一孩子为人正直本分，多好啊！优点，这不是优点吗？怎么扒了的？蹭！你他妈再胡说八道一个，天天跟他混吃你！我，你他妈嘴呀！闭嘴！